大家好啊，我是民建联的立法会议员郭佩凡 EQ 啊。我今天咧好开心咧，就请到三位兄弟同埋阿基哥嚟咧，同我哋讲一讲12月10日嘅区议会选举究竟有几咁重要？点解你一定要出嚟投票啊？必定啦，12月10日，记住啦吓。嗱，點解我就咁強調呢個選舉咁緊要咧？因為有一段時間咧，大家都知道香港咧真係墮入個好黑暗嘅時代。係啊，真係。係啊，點解會選出啲嗰種咁嘅語言出嚟嘅咧？係啊，所以真係呢次擘大眼選出愛國愛港，能夠幫到你嘅議員出嚟啊！嗱，以下有三位後生仔啊，佢哋咧服務社區咧好耐㗎啦，有能力有擔當。就係呢三位。多謝基哥啊！咁我等佢哋三位自己介紹下自己咧。大家好，我係民建聯嘅朱煥超，沙田東嘅候選人。阿超咧，大學畢業咧就服務社區到依家。過去咧，沙田東咧，因為作為新界東嘅一個交通樞紐咧，好多塞車嘅問題需要改善。我哋團隊咧亦都提出咗好多改善交通嘅措施。同時咧，嚟緊沙田區陸續有好多基建要落成，我哋需要一班做實事嘅議員咧，同我哋睇住個社區，睇住沙田。選議員一定要選民建聯，多謝大家。大家好，我係沙田北嘅候選人蔡偉成。阿成過去多年一直跟進大廈管理嘅事務，亦都成功協助小業主改選法團。嚟緊馬山區內有好多屋苑都超過30年，亦都需要面對大維修等等唔同類型嘅項目。阿成都會一直關注社區，幫大家爭取你哋應有嘅權益。大家好，我係民建聯沙田支部主席祝慶台，我都係分區委員嘅主席，同埋沙田法團聯席嘅秘書長。我參選嘅選區係沙田南，邊度係沙田南呢？如果你住喺沙田區嘅顯徑、車公廟、大圍同埋沙田圍站附近咧，大多數你就係我嘅選民啦。其實我哋沙田南嘅社區開始老化，好多問題都係需要解決嘅。我相信以我的經驗、我的能力，我加上我們的團隊，一定可以跟大家一起建設更加美好的社區。是啊，12月10日就是區議會選舉了，大家記住一定要出來投票，全家總動員支持民建聯啦，支持民建聯啦，成就好社區，民建聯幫到你。